英国说了算。好，我们都是旁观者，但是你是当事人，你与这里面的因果锁在一起，这个冤欠之间呢，他要的是明确，你究竟怎么还？所以我在讲，今生会不会有苦啊？做结案还不知道，但是哦，你有心有力，而且你是真心诚意在投入，这里面会不会有解？那天地的波转与否，负能量对你的这个释怀与否，也都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这里面要讲，你如果在当时哦，当时他什么角色？当时你是驾马车送弟弟去现场的人呢，所以当然不会让你太好过。是不是？所以帮你当然是这样锁着嘛，好、哦，所以从你自己本身就要做很真诚的忏悔，当时的不应该，让那一些负能量感受到你的忏悔是真的。这个时候不是说只是发愿做什么事而已哦，是你真心诚意的忏悔，如法实修的真实性与否。所以这时候是很现实的问题，你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真真实实的实修，在忏悔中里面找到与负能量之间相互可以认证接受的一个平衡点，这才是重点哦。好，家里的小孩这样的问题，那是第二步，第一步你要先忏悔，因为负能量没搞清楚啊，想说大家也都这么做，那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，他也在看。而且我在很多课程中都说，这些负能量不要认为是假的，是真的哦，是真的这么神准的，就是他该要讨，他不会说没事不讨，不会的，他该要讨他会讨。但是现在好，你在操嘛，好，你对负能量做什么样的所以然的一个讲法，你说到要做到，同时本身自己的一些的修为调整各方面要更加的贴切，让负能量看到你的真正诚意度，好，是这么样的运转中。那这里面就要讲，好，你自己好好修，这是本来要做到的。那这个圣凡之间呢，如何抉择，这就耐人寻味。好，耐人寻味。当然了，你会有很多理由啊，讲这红尘，这是前面在讲，你是招还是不招？你说你不招，那这个戏可能就是这样演。你说你招，那招要怎么招法？这就是你和负能量之间要有一个讲法，那负能量看你有没有真实的去改变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，因为他们也是气得牙痒痒的，当时是你推波助澜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所有东西全部掺在一起，